在前面一点用都没有，然后就是。应该杀呀，他那个年轻的他肯定不用，就是你要感觉不用杀。对呀，你的 value 你要的。你也讲，就你看你这个你最好开起来，或者是放了，哎，对吧？这个，然后我们我如果没听到你的音乐，我这么明显一再说不要打不要打，差点给你跪下来了，完了，你这个，你这种效果，我们想，你别管，因为我先放一套，改不了，但是你做还不错，那就算。大概率要，都是在你的身上。
他如果变那边来得及，因为我这样子，我已经脑子里我就想了，他如果变我这里，我还来得及。可是人家明明就上来的，而且第二点，他已经死了三个了，他还在那边，是这么直的，再来再死。你过去一点，半步啊，他不是脑子要死 ，mental 比较多一点，就是你一上去我已经。球没来我就想，而不是说你没过来我问你，那就慢，因为你细，因为你有些点不可能出现，你干嘛浪费时间去过？所以你在这里后面第三拍球一出来，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你要考虑的，可是你在那边好像是所有的点你都要注意，你精力也会跟上，对不对？而且人家骨头这样一出来，他。那就看你对方哪里来的，从哪里来的。对啊，接球要站里面。就是说你两点之间动了，然后你最后还是失误，那没关系，因为那个还没球，还没球。可是你一点都错，好像每一个球都是多球啊，那人家就很奇怪，你自己也不会，你都不懂自己。你要改变。对啊，因为他这样拿来，他有时候就会错，他没有错。可是他想快的时候，他就会错。小飞也一样，他一扑上来，他刚刚会出现，对不对？让他来，让他出现，他就会出现，对不对？他很少有这样的出现。以前你打了我的录像，挡的录像，哦，真长得看着你。如果说以后更有那个，我们两个人更，如果你跟你的同伴更合作，那我就知道是我一个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发完球，我会你那个先过来救球，啊，你这样就孤立他，这样的救球，对，这样的话，我就那你可以接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同伴发完他输球，那球如果一般他会输球，对吧？所以我的精力可以做别的事情，这样的话就可以。你不能，你在你，我都能感觉我在发球的时候，你根本就脑袋到底想什么空的，你不知道在准备什么。我如果一直发短球发后球，你想把我发短球，结果打一点，发后场我很痛。你是没有，你就看所有的点。我在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是根本就是还是在你的老后卫。Thank you.
就是说，软档多，然后接触，这就变成，你看，
你要干什么？